我条命都竟然是苦的了，还要直接苦药入喉咙，尝出下啲苦楚的味道呢？我都竟然命似游丝，药石都未必能挽回定数。哇，人靓声甜，我阿拉罕六顿就都已经为呢条靓女斜捻积晒。如果佢仲香鼠嘅话，今年应该八十有八架啦。正宗系八十后嘅靓女，薄薄脆精啊！阿拉罕细佬，梁无色小姐系中华民国广东省新会县人士，响上海出世，响上海读过大众学校。斗基果史已经跟佢老豆落音乐社唱夜运评剧啦，广府大戏都识得唱，仲周不时响上海啲学校社团住客串唱夜。上海佬叫佢做东方秀蘭鄧波兒，即係香港人叫嘅沙里坦堡 Shirley Temple。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攞白头证获八一三淞沪会战，全家死返嚟香港，都时不时有出嚟而唱，亦有踩客影话戏咁。战后无奈走埋街食井水，好少出嚟铺头。依家香港电台仲时不时有播返佢啲曲仔，好似《卢迪牡丹开》《拉埋》《拆散并头冤》咁。